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记得拉出小海鲜，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找闺蜜动手哦。把清洗好的河鲜放进九阳蒸汽饭煲 S360，这个饭煲是玻璃内胆，烹饪的过程都看得见。调一个料汁，配方我已经放在屏幕上了。抓住夏天的尾巴，给爱的人做一锅捞汁小海鲜吧。